帅哥们好，不好意思哦，因为今天我们去探望鸵鸟，所以会比较慢一点开台。而且回来的时候啊，阿咪昨天一直吐，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吐的东西是食物啊，还有毛那些。所以我昨天晚上他后来吐到剩下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我就喂他吃那个化毛膏嘛，然后早上就看到那个便盆里面啊一大堆的那个毛跟大便够起来的。不会说，所以我觉得猫好像还是要吃化毛膏。对啊，希望鸵鸟赶快好，它那肿的有点严重，所以我就没有拍照了。要是我受伤，哦，对啊，现在才开。冒险家情欲猎手。然后你们要记得哦，你们在骑车的时候要慢一点哦，不要这么快。你看这么快也没有啊，他现在就好多啦，他现在就好多了，就只是单纯就是。有一些我想卖掉行不行啊？是不是要骑出去卖掉？这是我一开始的魔豆车，把它买掉，带去卖掉。啊，真的吗？他有诅咒我吗？好，你妹的鸵鸟，看我不揍死他！不会啦，其实因为最主要是鸵鸟在附近嘛，你要什么天高皇帝远。台北就真的得看情况了。不过我希望呢，我希望你们都不要让我有探望你们的时候，好不好？我比较希望是活动的时候看到大家出现。所以烤肉的时候，鸵鸟不知道能不能来哦。可是他应该是可以吃吧？啊，反正他当天只能吃东西了。啊，有啊 ，Skype 开啦。要拉我吧，我得把一些东西卖掉。对啊，他车祸而且超严重。
超夸张。这东西能不能卖掉啊？我不能把我的车卖掉吗？我不能把车子卖掉吗？我不能把车子卖掉吗？What 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欸，真的不能卖车欸。哦，可以啦，出售。才1200，好便宜哦。那个鸵鸟已经跟我招供了，它骑得还蛮快的。你说转弯的话，你说转弯的话还能转多快啊？哎，总之鸵鸟是王八蛋。我有跟他妈妈说啦，你以后就给他骑那种电动车还是三轮的，有没有？这样呢，再怎么骑也就那个样，再怎么骑它也就这么快。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叫车来？80万哎、欸，我看看还可以买什么车。性能极佳，风情经典，桑托劳感觉也蛮酷的、欸。匹兹啊，已经买了、啊。哎、欸，还有什么好车可以买啊？热情使徒也觉得有点超。变色龙，变色龙是怎样？没有贵一点的吗？毕竟我们有点钱。有没有什么 special 的车啊？这感觉都是 so-so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哦，狂牛感觉也蛮棒的。好啊，好啊，等一下好不好？你等我选完车，你们觉得可以买哪一台啊？哎、欸。我很喜欢的那一台叫啥？哎、欸，有一个后面有两个引擎的那一台车叫什么、啊？你们还记得吗？新港风情蜂蜜不要，什么聘金？你白痴哦、喔，怎么跟我妈讲的一样啊？我妈还说我们这样去搞得好像是要怎样，然后鸵鸟妈妈把我们拉过去，把一直跟我妈说鸵鸟是个乖孩子。很乖、欸，狂牛怎么样？哎、欸，有一个，这里才24万啊，不行，得卖最贵。但是这个 GT 我不喜欢，即使它85万，我有点买不下手。等更新档哦，等更新档我又有车啦，咱们先买嘛，有的是钱。还是桑托劳，哎、欸，有一台很像灵蛇哦，灵蛇在哪？没看到灵蛇啊！100万我也不够钱，哇，什么不推荐？一推荐就100万，没看到100万啊！哦，我看到了，哦，好贵哦，只要100万哦。我可能买不起吧，我现在80万，有没有便宜一点啊？现在又觉得自己没钱了，哎。JB700 移除武器版，什么东西啊？哦，灵蛇感觉很不错哎、欸。哎、欸，有一个是后面有两个引擎的，你们记得哪个？我在叫子弹，叫子弹怎么样？暗血宝马敞篷版，感觉好帅哦、喔。那我们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啊，我们买个小飞机也好啊。不错吧？哦，飞机都要1000万以上哦。我看我们只能买得起撒药机了啦，27万。这个25万感觉也便宜耶。还有小蛮牛、泰坦号、梅杜莎，梅杜莎可以坐4个人呢。
战车要好过哟，这都蛮不符。那不然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军火贩售商。哦，女武神感觉就很棒啊！这个猛罗是怎样？哦，铁尼高感觉就好帅哦，95万赚了。乡村野人，这要70级耶！哎，你说这些都要等级，你知道吗？怎么有点买不起？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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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要抢劫了没？有有，我拉一下，我拉一下回路。要抢劫了没？要抢劫了没？喵喵。我现在要那个呢，我现在要那个，我现在要那个竞速水上竞速。摸起，Hello Hello。我们都到齐了。我也到齐了。好，我们这边要一场水上竞速，你们要一起进来，我邀你们。哇，水上竞速不会头晕吧？那么多，这怎么好意思啊？我看看。不是啊，这个九妹开什么都很雷。啊，我就是要解一下每日，让我解一下嘛。我雷你们就会赢啊，不是好事吗？开开开开。声音又很小声啊，为什么？不会，我听你的声音很大声啊。看一下，然后邀我们啊，有了有了有了。自从加九妹好友。我今天有去看我们观众，哎，他有一个叫鸵鸟的，他车祸了，你知道？啊，真的假的？有观众车祸？哎、欸，我重开一下 Skype 吧，他们说声音很小声，我重开一下。好，好，我嗨，小哥好，不是啦，嗨，我的妈呀！去看一个就是男朋友，那还得了啊！妈的，我是妻妾成群了，我的妈呀！对啊，我妈那时候就在讲哦，就在那边讲，一定会有很多人说会不会是不是交男朋友了这样。然后我还跟她说不会啦，他们年纪差那么多，结果大家都这样问，搞屁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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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是很小声。罗喵就是罗密欧，奇怪。嗨。大家好，好啊！大家好，我是罗密欧。我把那个是的拍好。有的时候我稍微客串一下英雄联盟的一大师，不过他们玩的都没我好。不错啊，你可以出一个自己的特辑。什么特辑？哎，你给我你的实况台、啊。我的吗？对啊。我要怎么给你？你贴在 Skype。好哦，来哦，对对对 ，Come on, let's go！ 哎、欸，你们这么拉，是不是要拉一下子龙啊？对啊，你为什么要排挤他、哦？你们不能因为住一起就这样子啊，真是。不是啊，他排挤自家爱人不是办法。嗯，话不是这样说啊，来来来来来来，我是八加 HTTP。嗯，哦，好好好，我现在挪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啊、哦哦，大家乖 ，Thank you、哦。Wait a minute！ 哇、哦，你台蛮多人的嘛。重开后就正常。哎、欸，子龙哎、欸，啊？为什么你不在我的近期聊天名单内？哦，你们吵架了，我知道。会挡到地图。哎、欸，你们有进来那个吗？有啊。那个。你有没邀？我有邀你啊，我再邀一次。我是要先进的 game 啊，已经满了啦，那你等我们跑完这场啊。啊，哎，各位，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开始了啊。好吧，那我们等一下九妹他们。下我没有在解每日，要解每日，解每日干嘛？要每日的那个钱跟经验很多。哦 ，CP 值很高、啊。Hello, hello. 好吧，那我们要不要先？马上好，马上好。我先把气势胖那些都准备好。邀我。好好好。等一下，我们已经这边满了。哇，好吧。不好意思啊。我去看一下东西。我们去收集一下气势胖。啊，你去收集气势胖。哎、欸，我正要调整我的胜利模式，我在调到手指哀哀，然后他就开始了。
手指按按啊，反正你也不会赢啊，调什么动作也他真手指按按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很智障的动作，我本来想调掉的。很智障的动作。好，冲了冲了。雷鸟牙种，雷鸟牙种。哎哎，前面的不要作弊好吗？听说台湾伺服器一天只出十颗，有这种事？就跟以前天堂召唤一个伺服器一天只出一本一样。哎、欸，有人偷撞我啦，超没品的。啊、有人搁浅了。哎哎呦！不要乱追，不要乱追。大家让开，我以前有帮忙载豆腐的，你们让开一点，我不怕伤到你们。最好是用小海沙载豆腐啊。前面还放杯水呢，会一直满。那个商店叫什么去啊？忘记了。啊，什么东西？买七十磅那个叫什么？是杂货店啊。杂货店啊。对，我突然没有看到杂货店三个字啊。有啦，你抢劫的、啊，你抢劫的那一个屋子就是啊。啊。我不干嘞、欸。啊，找到商店啦。内切。亏你的画面。哦，画面怎么了？哦，有牌组。哦，对，好棒哦。画面有什么？有牌组。哈哈，OK。大家最新流行，画面都好牌组。你是说转播 GTA 这个有如此牌组，对不对？对，没错。哎，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妈最近跟我说啥吗？她说那个你上，她说，哎，你上面是不是告诉我说哈，那个如此啊，有一些有人会在那边组那个牌组。我就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看。啊，那当然很好啊，但你妈进步了呢。对啊，第一名哦。我张图没什么难度了，所以其实这个太草台位了。你的观众人都好好，还让。最好是对啊，这么撞连我都让九妹，哎，真是的。真的。为了不想要让九妹伤心。很好。这场剪精华很好。不要让九妹不开心。这个是韩吉，大家都在浪费。看到没有？就是手指爱爱、啊。反正就是手指爱爱啊。差不多该抢劫了吧？哎呦，你今天怎么啦？穿得像麦当劳叔叔。集合集合！哎、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先抢劫哦！谢谢大家，请回九面台。请回九面台是什么啦？哎、欸，我七十胖本来就满。假的，七十胖叫什么啊？他在游戏里面到底叫什么？七十胖，七十胖 ，maybe， 七十胖，七十胖，哦呦，女生的声音是罗密欧，罗喵，大家好，我是罗喵，我是水银师傅迪鼠，好 man 的女生啊，就，哎，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疯狂麦斯》啊？很好看，《疯狂麦斯》是啥电影？有没有等你邀我？这是电影啊，很好看，邀我。啊、妖个妖个，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等莱斯特打给我。要我要我啊！本人自己打的哦，跟猫咪没有关系。哎、欸，你有玩那个巫师三吗？我发现巫师三算不错。超时支援哎、欸，你会不会那个？我还没有玩。啊、这假的？嗯、啊，也是啊，你解析都开200×300，当然是不会累。那你开100×200，为什么还是会累格？我开1920×108，九妹不会累格，但是会宕机啦。对啊，不会干，我会宕机的更惨了。你要不要？真的假的？有点屌。宕到爆炸啊！我今天可能，我今天大概可能抢劫到一半会突然没声音，就是我宕机了。你不觉得开直播最机会就宕机了吗？超机会啊！我昨天跟前天开到不想开，你知道吗？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说那个很好玩啦、啊，可是。他有点不好跟观众互动啊，对啊，很闷啊，所以后来我最近也没有播。哎、欸，但是其实有的观众想看，但是因为怎么说，其实不用互动，他光是巫师三光是对话就很多了。对啊，都没有我们进场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把对话填满了。已经有 很多个朋友跟我们说很好，跟我说很好玩。就我玩一玩觉得很好玩，可是重点是怎么说、啊？那个播起来有点闷，就是代表说它适合玩，但是不适合直播。但不是很多实况主在播吗？都是外国的，台湾的没什么的。台湾人比较不爱看这种啊。
他会比较喜欢 GTA 这种。只剩灰还没进来，应该邀了吧？我们只三个都进来了。只剩我，哎、欸，有胖弟弟看到了。那么，哎，快进来了。那么好的 ID， 然后你还会进不来？啊，是啊，哎，真是。哎，听说最后一个进来都是有点猪头猪脑的，现在我相信了。我测试一下，现在订阅会不会有声音？有的一直有问题。哎、欸，怎么样？我就说我订阅了吧。没有，还是没有声音的。修不好，我的 XP 的修。等一下，我还没买护甲。啊，你等他买完了再启动战局。哎、欸，你们有玩前面了吗？巫师三吗？哎，你是巫师三还是太平还是 GTA 啊？巫师三啦。我只有玩到两等，没有玩了。所以最一开始剧情有看到吗？有啊，就是那边打炮嘛。一开始就是那个不是看到一只脚，然后里面呜，结果是男的在泡澡。我靠！啊对啊，对那个招智障的。哎、欸，我太平洋是快解完了，快解完了。我们应该三个，还剩三个。你相信我，以卤蛋的实力呢？他现在即使玩最基本的马里奥，还是一堆人看。对啦，就是有人看的是有实，就是有名气的那种。嗯。啊，我们要努力，好吧？努力。安安安，安安，安安。这个是骇客入侵。九妹，我觉得你那个订阅贴图超屌的。你说那个雷对不对？我觉得你超有想法的。OK， 好来，你们两个还是订阅？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还没有解到吗？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抢了一台的车子吗？那现在呢，我们要把那个车子呢开进一个地方，然后再把另外一台车开出来。所以现在呢，到时候我们要分成两组，所以在这边请你们记得穿重装，这样可以吗？啊、哦，好，记得穿重装。这如果没穿重装，就会像上次猴子一样，死的跟什么啊？我想到黄河之水这样打，死也死不完，这样。OK。啥？等一下，那我重装任务。好啦，那我当运输员好了，可是运输员比较闷呢、欸。好啦，好啦，我当运输员好了。加入队伍，那我哎，运输员只能有一个，对不对？对，因为你们三个要去当诱饵，要把先把一台车开出去，有没有？那么在那边打、OK， 好，所以你们三个记得穿重装、OK， 好 ，OK， 好，走。所以现在等一下，啊，走。我看一下，等一下先上骷髅马。好。哎，我不晓得是不是我难得穿同一套出发、欸，哎，哇，好了，可以讲话了吗？可以。我觉得只要一讲话就插不了。哎、欸，真，那大家都上同一台车啊！我忘记开我的。OK 啊，在车上应该可以聊天吧？可以。就九妹，我觉得你那个订阅贴图蛮有想法。对啊，花五块、啊，花五块美金就可以得到退订的订。真的？是不是很多此一？我觉得我都想订了。为了退订，好智障！是为了退订，然后花五块钱订阅。对，为了退订。雷这样。我感觉就好像我们为了把总统罢免，所以选了个烂总统出来。对，有点那种感觉。真的超有想法。这是谁讲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订阅一下那个九妹的频道。没有，真的，我那天因为我那天在跟帮我做表情的他讨论，然后我就说应该要做一个让观众不用打字的贴图，那就看我们频道打什么字出现最多次。哦，雷是？对，就是雷跟退订。超不爽，后来，那我想说算了，还是就放。哦，前往乡，他这边没有标，没有标。这边有一个诀窍啦，就是其实你可以四个人都上去，然后把位置给标好之后，再一个下来把骷髅马开过去，然后再集合。然后我们就可以开骷髅马进去。哎呦，哎呦，哦对啊，这样可以开。现在不，现在也可以吧？现在可以开骷髅马进去打，不是吗？对啦，但是我们要先四个人上去那台车，才可以把那个位置标出来，然后再一个下来开骷髅马走，这样。我们现在就是开骷髅马继续杀，我知道。啊，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要开箱子车。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对，我们先四个人上那一台车，然后把位置标出来之后再，再一个下车开骷髅马。开吗？等一下，那好，我现在去开骷髅马，是不是？下次我开着，要开哪？好，那我下车了吗？哎、等一下，等一下。好，子龙下，子龙下。等一下啦，还没有标位置、你就下车。有啊，刚标吗？没有啦，那个是系统自动标的。好，然后我们要手动标。等一下，先不要动，先不要动，我们先手动标。手动标。
好，哎、哦，好，下去看，加一个，对不对？对，好，够。你刚刚有标吗？好，走啊，走啊。标哦，等下没什么可以标的、啊。已经标了，你要标了、啊，跟着线走，紫色的，跟着线走，跟着紫色的线走。啊，不应该开车啊，好危险哎、欸！哇、哦，好可怕、啊，我想飙车。啊，门都打开了，你看看。对啊，开的吗？真的门都打开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啊？我跟星星被关在一起啊！星星在开门、啊。哎，我的妈呀！啊，门口。哦，怂哦。谁翻车了？哎、欸，你们两个那种不大会开车的都会同住一间房。当时子龙撞他是不是？子龙撞我、啊？我没有撞他、啊。怎么这样子、啊？哎、欸，糟了，门关不起来。OK 了 ，OK 了。跟着感觉走。哎、欸，但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碾死了一个，你有看到？唱歌撞的，还是子龙唱的？不是，你知道很可怕。被撞了，然后哎、欸，门坏了，关不起来了，大海龙。又转了，路痴啊、哎！真的不要给会开车啊！哎呦，你搞我惹来，技术灾情啊！聊天室啊，不要再顾着看聊天室了啦，不是办法哎、欸。我们这样开骷髅瓦进去，应该可以一次就过啊。等一下，子龙，你先，子龙就先上来，我们一起把那个点给踩了，这样。OK， 子龙上来，子龙上来，然后他再下冲下去开。可是如果我们失败一次，骷髅马就没了，对不对？没啦。上后车厢，你要去啊啊、哦哦，好的。然后哎，这样就好了，就踩点啦。OK， 然后啊，走，下去，全部都要去骷髅马，对不对？对啊，对啊。好，上骷髅马，上骷髅马。OP， Go！ OP， 好。我原本是怕这一招会失败，所以因为我不晓得有没有改掉，没改，所以我才叫你们开那个重装出来。目前看起来很顺利啊。哎、欸，那边还有一个哎、欸，有没有看到？找不到了。哎、欸，我把准心改大之后很好瞄哎、欸。这样你们还改准心啊？可以改准心啊！你看我直播的准心超大的。什么？你就是设定那里显示那里可以改。可是我觉得一点。一个点对我来说比较有用，只是一个点，你在浅色背景很容易在沙漠，很容易不知道在瞄哪里。你们不要再聊天了，好不好？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在打怪。有我的。有啦，我刚一个好吗？我刚刚出现了25人品哎、欸，要爆，那车子要不要打爆？没有一台。色啊！好，25人品。OK， 都死了哈。OK， 等一下、哦。还有四只，还有四只。待会谁要开那个？欸、那边爆！有打到吗？后面有一个，上面。好哇，一次解决、欸。还没死。哇，所以上次就是猴子雷我们嘛。OK， 等一下哦。OK， 来一个下去开白色车。不用说了，我就是最强。你要开啊？好吧，那我不开了，给你开。那我要去哪里？要载我？不用啊，另外一台可以载你进来。来。哦，看我觉得很危险哎、欸。不要怕了，我这个开赛 ，Cody 看起来很凶哎、欸。我还怕 Cody 哦。好。哎、欸，我们是要从哪里过去啊？开进来啊！开进来！有。等一下，妈，这超可怕！我先躲在骷髅马里面。上的是钞票，我都没有捡。万一他搓牌的时候还不会打到自己人。好，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东西交换。我要骇客了。等他叫你上黑色的吗？他叫我们上黑色箱型车啊！啊，那对啊。
等待三个、欸，然后你们就开出去到定点之后把车摧毁。我想要倒个车，对，让我倒个车好吗？哎、欸，这台黑色箱型车配色让我想到 AMD 的显卡，那门还是坏掉，像不像？我也像不像 AMD 显卡？是啊，你看那个轮胎像不像 AMD 显卡？靠！哎呦哎呦哎呦！你给他打一下，打一下，后面打。哎、欸，谁在开啊？转弯了，转弯了。欸、回再开，回再开。我们把哦哟，对，哦，这车不好开啊。哦，我觉得不要牵拖。我要是很忙哎、欸。厢型车不是最好开吗？啊。哎，有可能是载了九边的关系啦。太重、哦，然后车子转弯就不灵活，驾驶员的关系吧，也有关系啦。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毕竟是相辅相成的。哎、欸，认真打，认真打。打不到哎、欸。打我厢型车竟然还有尾翼，真感谢。等一下，厢型车就要起飞喽。真假？没有啦，我开玩笑的。他说有尾翼，没有啊，他那边挡路没办法、啊。我觉得给我觉得给会开车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我要帮射，恐怖的。看，但是我没有认真开哦、喔，来来来，现在开始认真开，好，嘴巴好。请帮我读秒，谢谢。那你知道我怎么觉得这个话似曾相识啊？来来来，嘴巴。我记得我阿妈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会啊。记得我们副总统也讲过这种话呢。哎、我 OK 咯。把车灯打爆，很好。打车灯。不好说啊，只好只好打他的车牌。哎哎，怎么又有人没转弯？说好认真呢、啊，车灯打爆很好。怎么了？说好的，你说要认真呢？认真啊！那倒在旁边的那个猪头又是谁？到了到了哦，晕车，热枪，这样子也晕车也太猛了吧？要摧毁他哦！要摧毁他，摧毁他我们就过关了。有年蛋，哥有年蛋，来来来，哥也有，哥也有。我知道跑远一点，好，跑远一点，跑远一点，跑远一点再炸，好，要炸了啊！一、三、五，哎、欸，拜托，炸一台车要数到三，你们到底在干嘛？好炸到你们哦！不用这么认真吧？不好说啊！哎、欸，说如果任务没过，哎、最生气的就是罗密欧，你还笑那么开心？所以炸下去，我被炸死，然后阿姨。对啊，然后罗密欧就很生气，我又不能。我带过那么多组人马，只有你们这一组会数一二三。情同手足。哦，干，我快笑死了。哦，哦，哦，为什么的衣服换回来啊？干，哎、欸，他为什么衣服换回来？暴力好不好啊？干，干，打死我了！打死！啊，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抠地，纳米来抠地！哎哎哎！干，我操！我死了！哎哎哎！我跟你快要，不然我们三个人要重伤致死。我在等你们中，不是我在等听到有人出人命了，我才打算按，你知道吗？不要拿枪啦，羞羞脸欸！打路人，我打路。我穿的这么斯文，你要打我？哎、欸，我们要打。粪便！哎呦，等一下，我要换那个，我要换那个。完全打不到，超智障。这游戏怎么那么难了、啊？眼镜帽，哎、欸，等一下，我要换。哎、欸，你们出人命了没啊？快跟我说。还没，快了，快了。出人命，跟我说，我要按开。我这边很温柔的。啊，快死了啦！不要再打错了，干打枪哎、欸！我要捡钱，我要捡钱啊！被捡走了。哎、欸，好，出人命了，可以腰了，可以腰了。好，来来。啊！我，你们为什么要霸凌我？谁叫你？你要打电动？你不会，我后来很认真想啊啊，那个上礼拜三那个在蓬莱仙山，我们叫他们用什么什么激昂激昂最简单，什么紧张超难的，
紧张真的蛮难的，紧张很难，所以他们就做自己就是紧张了。还有一个很难，对他们来说紧张很难，但我们要紧张可能很难。然后还有一个很难，那个叫什么？你说对我们来说什么很难？对我们来说紧张应该很难。对，紧张哪会难啊，讲话大声点就对啦，讲话大声点，快一点就是紧张感了。那你现在紧张看看，你现在模拟紧张给我们听。你是说在播比赛的时候吗？对，然后紧张，就快一点，大声点。那你要模拟什么情境啊？你模拟那个这个，所以是要讲 GTA 啊？对啊，你讲点 GTA 来，紧张。现在 GTA 呢，他们已经穿了一个哦，现在那个谁已经打过来了，有没有？是不是看起来就很紧张？比较像，这是激昂吧？对啊，没有，那就是紧张感。不是，他紧张意思是。赛评自己本身主播本身紧张，紧张对啊，因为到时候要看他到时候会不会拍出赛评啊。他如果有拍出赛评的时候，你就是身体往前倾一点，然后感觉就很紧张的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罗密欧的紧张跟我们紧张不一样。啊、不然你的紧张是要怎么样？哎，请你穿重装，请你穿重装，因为之后我们要运送车辆，我们会遭受到很多的攻击啊。紧张应该会有点口急那种感觉。对啊。口急，到时候人家到时候隔天在 PTT 就有人说，我觉得这个赛评不够专业，因为是啊，不是罗密欧，我们意思是说上礼拜三我们一个节目，然后是要请妹子模仿各种情绪，妹子模仿各种情绪，就是不是为了要专业，只是为了一个情境。然后我在跟辉讨论说紧张这个情绪蛮难的，是哦，但是我记得有个更难的是叫什么含蓄吗还是什么？哎，辉你赶快上车好吧。没有，刚刚车被撞了，所以他没有上去。我去，要开这个开酷罗马吗？我可以开我的麦当劳吗？可以啊。那我们回去开麦当劳好。好，再。等我下下。我们选出来的女主播好像真的会，可能会播一些，会跟 Life House 合作吧。哎，你撞了我的麦当劳啊！这样你的欢乐颂要加10%的钱。好。啊，上车！哎、欸，你知道我上次去 Live House 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在播《地狱厨房》，隔壁全部都是妹。是假的啊！重点是妹正不正啊？都是妹没有用啊。奶都超大。是假的。就杰哥那一种大奶的、啊。哇！而且杰哥人超漂亮，不是该怎么说？他人很好，然后又那个，就是不会有给你一种就是。就你知道，有的人就是那种，就是他看着你，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对你笑，也不会怎么样。知道，我知道你在讲什么，现在不方便讲嘛，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可是杰哥是很亲切的，就是会对着你笑，然后问你怎么样啊，最近好不好这样。可是我觉得是罗喵。威尼有跟杰哥聊过吗？有啊，我跟他搭过一次啊。我觉得杰哥的讲话风格跟罗密欧很像。对，而且。杰哥跟罗密欧都很爱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说：“其实我不是女生啦，就是，知道的，会吗？也还好啊。你们两个讲话风格，罗密欧应该没有吧？罗密欧不会这样讲，但是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你是想刁罗密欧什么吗？有一些点，对他就是想要说我坏话，又挑不出毛病，我知道了，我要开下去啊，没有啦，杰哥那么红，我说你跟他像，应该是称赞吧？真的假的？真的啊。他那个用手机改车牌，只能改一台。”应该都可以啊！靠背，我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刚才看到车牌，没关系，我们可以走捷径。我这台的车牌没改。可是隔壁真的妹超多的。可是我那一天是跟小竹，哦，小竹也超漂亮的。你刚刚说看着你，但是似笑非笑，你在讲小竹哦？没有啊，那个女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所以你讨厌张小竹啊？没有啦，我怎么能讨厌她？我跟她认识很久哎、欸。说出来了啊？没有，好不好？我跟她认识很久，差不多比你再晚一点点而已。没关系啊，也是打 LOL 那时期了。你直播才100多个人看，不会很剧的。我没有那个意思哦，九妹要推坑你。哦，我刚这翻滚，漂亮。不行，我要再推开了，不然待会他们又要靠边，我都没到。直接走捷径啊，直接直线穿过去。是感觉小地图他们好像离我们很远。还好，很近。啊，可以，这距离大概200公尺而已。啊，哦，巧克力。我好饿，怎么办？快饿死了。没关系啦。哦。哎，他很三宝哎，我的妈呀！可以，看他死掉了吧？他死在车内。你护甲撞掉了吗？我们现在护甲还是满的。我也满的。我一次出车祸，其实我们两护甲都是满的。有点屌，所以那个车其实蛮厉害的嘛。对啊，很猛啊，壁虎塔很好开、欸。
子龙要不要也换一台啊？好哦，而且这一台的色系很好配，配起来会很美。它其实我原本在单机遇到那台车的时候，它是配一个天空蓝的颜色，然后很漂亮，就是一种很可爱的感觉，我可以说。哎、欸，罗密欧，你知道 BB 是谁吗 ？B Boss。对啊，他说你开车像越野车、欸，哎，这是夸奖吗？当然不是啊，我觉得他带着恶意在讲的。啊，这个家伙根本没在闪，超过分，是办法。哎、欸，我昨天有跟 BB 一起解美一次啊，我不得不说 BB 的直升机是我看过开最稳的。哦，他直升机感觉是 AI 开过来的，你知道吗？他是用键盘吗？我会生气哦，真假的，真假的。他是用键盘吗？那待会我们直升机的关卡嘛，让子龙开开看。好哦。啊！啊我没看到。哎，这四仔仔，你去哪？那女的过来啦，过来把这边当路障，把他卡住。你好，你好。哎，有飞机来了。哦，快下来了。超白目的。哎、欸，你拿。现在 哦，我们要等人来啊。拦那个车队、不能开起来。我先跟你们说哦，一直到车队呢到这边之前，你这边是不是有第二条线？就是到这一条线之前都不准开枪，等他到这边了，你再开始开枪。为什么、我看到直升机，因为你这样才可以把他拦住啊。我想打他，龙妹现在可以打吗？可以啊，打啊打啊打啊。打打打嘿，打打打的嘟嘟打打打。你们打到？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啊？我看到啊，你要开狙击镜。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好远哦，很远啊！你打不下来，哦，打下来了。谁用我箭筒啊？哎、欸，作弊！我们不是说好？我箭筒不是我啊，一定是，哎、欸，是呗，不是呗，一定是灰，一定是纸，灰啦！应该还没办法买作弊耶，爱作弊啦，爱作弊耶，爱没有火箭筒这种东西啊！可以打了吗？可以打了。爱作弊，你看，刚刚他情绪要跑掉。我们这台黄色的车在家麦当劳，我们这感觉像欢乐颂四人组哎、欸，真的哎、欸，这是这个全家抓起来了。来！哎、欸，我开打开打。第二条线要、啊、第二条线要、啊，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为什么要第二条线才能打？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我怎么知道？你说射，我就射。好射吗呢？我说开枪，你说打，开枪。哦，打。哎、欸，不要打货车啊！不要打货车哦、喔！谢谢大家。对不对？货车我们还要开啊！你现在把血量打完，咱们都不用活了。是很难不打到货车啊。那小心点嘛，宁可等一下再过去解决人啊。OK， 好，可以过去了，走。还有两个人。嗯，小心不要打到货车，小心不要打到货车。谁要开叛乱分子啊？还有。好。好，可以了。两个开货车，两个开叛乱分子。好啊，我要开这台有那个的，那我要打。货车上面已经两个。那我开车好了。是我要往回走。好，去啊。对，要往回走。准备好了没？车甩尾。还没，等一下。好了 ，Go！ 先打直升机哦，先打直升机。直升机在右边，哪一台先来？哎、欸，你们先不要走太远，先不要走太远，我们要先把直升机干掉。要下车吗？不用。看到。好远哎、欸。看到直升机靠近，你车子就停下来。好不？我们要先把直升机干掉。靠边！啊！干我当了！我当了！干我当了！真的当！靠我降显示卡还是会当。会不会？我现在还在游戏里面吗？没有啊，所以画面失败了。你跑的是新的吗？什么东西 ？Power，Power， 电 Power， 那个你说 Power 什么东西？是新的吗？全新的啊，全部都是新的、啊。对，这 Power 跟显卡都换了，全换了、啊，我连主机板都换了、欸。哇，太惨！你这样花多少？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显卡都宕机了，就不要再讨论花多少。棒，还能怎么办？要不要用旧电脑直播啊？啊，你说什么？哎，我就这样直播，我还要重接，要花很久的时间了。我说，那你要不要用电旧电脑？哎，你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开房是我。开房要重开房要花钱，对啊，开房要花钱的。
不过还好是最后一关。等一下啊，靠北我的画面等一下，为什么我的解析度？这是倒数第二关对不对？最后一关差不多了。是最后一关了吗？哦，你是说小关吗？小关还没。哎、欸，趁现在我们来投票一下，你们要不要尝试跳伞那一条路？不是吧？现在不是最后一关了吧？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在最后的时候，你们要不要尝试跳伞这条路？嗯，还是说你们想要一次，想要试试看那个，就是照我原本说的那一条近路直接过去？嗯，我也没意见。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控制？哎、欸，你们应该都没有自己去偷解副本哈？没有啊，我没，我只有打抢夺，就是那种每日的抢夺，或是跟观众一起玩的抢夺。会不会是你的卡，就是中卡王？不知道哎、欸，可是那我要怎么？那我要去怎么跟他讲？很简单，你现在有一个方法，嗯，就是。行，你不是有两张吗？我知道交叉嘛。等你先换另外一张试试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这一张有问题，那就拿这张给观众抽，给交叉去换就好了。好坏哦！好呗。万一是我抽到怎么办？我会恨你的。好呗。我以为砸九妹。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good idea 吗？超超观众超不 idea 的。那我干脆拿。没有，我另外一张是完全连猜都没有猜、啊，超可怕的人，各位，那真的交友要谨慎，交这种就没办法了。聊天室跑不出来。从此之后，九妹就没有人订阅。退订，退订，请求符号支援，退订，退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是这样，罗密欧，你一次就要损失十几万呢、啊？没有啊，你这样最后一关，你如果让我重开，我就要花十万。啊，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再当、欸，依照我之前的一个经验、啊。没关系啊，反正我还有90万了，你可以慢慢当。哦，看这当机直播当机超不爽的、欸，真的哎、欸，超级不爽。等一下，花钱的是我，游戏当吗？是游戏当吗？电脑没当。你看我们 Skype 我还在啊。对啊，我想说。哦，是游戏档，对啊，是游戏档啊。那可能显卡问题，我觉得。你是我驱动降了两次。我看到隔壁两棚都在对定，我会笑死。你要那个储存与启动啊，笑死我了。哎，实在是啊。储存与启动有里面那个东西，要把它打开。你现在跟我讲话吗？对对对对对对。储存与启动哪里啊？你现在是游戏里还是什么东西？就是 ESC 里面。设定里面，等下我看一下。你说游戏啊？对对对。不然这样好了，三台的观众，大家先听我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等我们抽到再退订也来得及。是，你、啊、算了，这个订了已经，他就包一个月啦，你退也只能退下个月。好坏哟！哎、欸，这样一个月4.99美金到底多少台币啊？150左右。150多了吧？但是他最讨厌的是，他会因为你如果用买卡，然后买卡一次就是150点嘛，但是好像152还154，你就要为了这个再多买一张150点，对吧？啊，好无聊哦，他。储存与启动是要干嘛？有一个启动画面，你有开吗？哦，看到啊，那个啊，真的假的？你们觉得有趣吗？啊，谢谢啦。是那个储存启动是要干嘛的、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会像你这样会当掉，然后我把启动画面打开之后就不会了。嗯嗯、可是我启动画面是开启的耶。那你把那个影像那边有一个就是什么 DIRECTX 版本，嗯、你降一个。DIR 对，降一个看看。因为网络上有人说哦，你说 DirectX 降了10，对，那这画面会不会变很烂？不会。降一个就好，不用降太多。因为其实有两种可能，有可能是游戏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太烂了。我记得我买糖果啊，拿来吃好了。因为我之前也是会，只要有过年蛋，或者按旧键就会当了。对。
啊，也是也，那他跳驱动程式停止反应吗？那倒是不会。啊，如果你有这个，你有说驱动程式停止反应，那可能就是卡有问题。我刚刚其实没有跳驱动程式停止反应，但是有跳的话，应该是电工，就是他的电源有问题。因为我之前660会这样。靠呗，那我还要换 power 也太惨。我知道了，我待会关机之后，我自己玩巫师三玩一阵子，再看看，不知道为什么。啊，好饿哦。没吃晚餐。刚就说要买拉面，又不要。拉面有好点了。虽然我不止直播宕机，我那天要攻上一个手机游戏啊，有宕机的，然后闪退，然后闪退到大概五次，然后我受不了，我就重开 iPad 才好。哪一款啊 ？iPad 要闪退叫 ND2 吗、啊？不是不是，是另外一款，就是 iPad 理论上稳定性应该要比安卓好，但是用 iPad 还闪退，就很衰。我三 D 晕了，最近身体比较不好。不是宕机晕吗？我是三 D 晕。好了没？对还在转，还在进去。I'm waiting for you。啊，等一下。Waiting for you。身体好多了吗？我身体很好啊，今天都没事。欸、你说那鸵鸟车祸？对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罗猫窝那个鸵鸟，我知道，它忽然消失了两天。那个，哇，是什么？谁车祸？就鸵鸟啊。鸵鸟是谁啊？就罗猫窝有一个每只头像都是鸵鸟，叫欧文嘛。哦、我以为想说你今天干嘛在po鸵鸟的事情？我以为你去吃鸵鸟。没有啦，那是因为他车祸，然后我们去探望他。嗯，我、哦、那个伤的真的很严重，很可怕。那个嘴巴整个都裂开，而且你知道那个医生只是先随便缝一缝哦，所以等他到时候还要再去缝一次，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让他再好看一点，整个嘴巴裂开哦，都是血，是撞到脸，嗯，然后手还是开放性骨折，是骑车还是开车？骑车啊，哇。就他要直行，然后一个三宝转弯，然后他们就你知道，那三宝要赔他钱吧？要啊，很可怕，你知道？我觉得骑摩托车真的超危险。都好晕哦，怎么办？啊，全民枪战？是还是那你待会不要开车了吧？待会车子让我开吧，就不会晕了。为什么今天会晕？好奇怪。你今天白天有干嘛、啊？你是不是请妹子喝蛋酒啊？我觉得啊，奶酒说啊，不然我开好了啦，我开好了。欸、你有邀我吗？有啊。好，看一下。我撞到头了。真假的？你刚刚撞到头？对啊。你是认真会晕还是？我真的在晕啊！我这头不，我这不是很舒服。还是我们下次再继续解啊？我们可以用最快方式把它解掉，好吗？好啊，好。可是等一下你要自己骑机车哎、欸。对啊，可以啊，我骑机车很稳哦，我自己在练习了。应该可以给别人载吧？骑机车可以双贴啦，倒是没什么问题。Okay, 对啊，你给他，你找一个人载你就好了。我在练习来啊，不然我载你好了啦，我载你好了。我没有看到胖弟弟的 game。有啦，你找一下，那可能不知道是被哪个 ID 给藏住了。其实我觉得我等下也会晕呢、欸。你们是整寝的。因为我最近在玩生命之树啊，然后他那个敏感度不一样。你说怎么样、啊？就是画面的敏感度不一样的话，很容易晕。是哦。对啊。所以只有我玩什么游戏都不晕呢、欸？这也太神奇。我玩什么游戏都不晕，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有听到吗？听到，听到。对啊，就是你。我真的没有看到、欸，是因为我骑脚踏车的关系吗？你按手机那边没看到啊？哎呦，进来了、啊，看到。你邀请？没有。你那个？哎呦，有没有想说叫你去好友名单直接加入接受邀请的啊？应该是被那个什么其他人的名字给挡住，然后这边找不到。那有时候很麻烦。哎、欸，子龙，你的显卡是哪一张啊？970啊。所以你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对啊。啊，你大概玩多久当一次啊？
基本上只要那个任务我有丢，按右键丢像粘弹、手榴弹，之类的就会挡。哎、欸，你们刚刚我到之前，你们有人要丢任何？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应该是你有丢过，就是像刚刚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解？对啊，刚刚我有丢粘弹啊。对，那个就有可能会造成，但是不是丢了当下，就可能丢完过没多久就挡了。我之前就是这样。啊，你用驱动是 GTA 那一版还是巫师那一版？当时是 GTA 那一版。你后来没有这样驱动？没有没有，我后来都没有这样。后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把它启动，然后跟改一起有偏差就好了，就再也没有当。对，因为巫师三也会当。如果你出现那个显卡什么关闭那个，我觉得有可能是电源。哎呦！那我们车，辉、啊，你要开车吗？你不是头不舒服？哦，不要，我晕车了。好，我开啊！你上车，你来救我。我跟准备坐，我要坐那一台。好 ，Go Go。不然我去截一台游览车怎么样？哦，你们干嘛？不要再晃了，干！所以我建议你把头转过去啊。到了以后我再回好不好？好哦。我真的有点晕。你可以先去看 PT。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吃东西，我。你干嘛不吃东西啊？你在减肥吗？你没救了啦，赶快吃点东西。对啊。对啊，没吃东西头痛。你现在要死控。他说他好像没有吃东西的关系。对啊。你不会煮？啊、有没有叫麦当劳啊？我们现在可以送过去啊！我现在在换欢乐颂。对啊，会在欢乐颂，要不要叫麦当劳？那就靠我从肚子里面掏出一个麦当劳给你。好可怕哦！而且你不是说你要去厕所生一个麦当劳吗？没有没有，不要讲你坏话、啊，我们不会讲你坏话、啊。不会，我们是这种人吗？这种都是讲好话的，不会讲你坏话、啊。太瞧不起我们吧？我们是好兄弟、啊。现在什么都听不到，你们讲什么？他离开了，是不是？对对。阿辉是个大笨蛋，是个到处偷，是个鸟蛋。鸟蛋是什么啦？我是变白的、啊，你不要计较好不好？不然你来唱。我刚刚讲到一半，巫师三也会荡。然后你知道那天我就看卤蛋的实况啊，它的标题就是巫师三，如果今天荡三次就关台。我想说到底是多会挡这样的、欸、我完全没有事哎、欸、所以760根本无敌啊，什么事都没有。你是760啊，但我760啊、哦、玩什么都没事。旧的显卡相对稳定吧，那新的显卡是在不稳定什么？可是980跟970出好一阵子了，出半年有。对啊，其实这两张卡驱动都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啊，还好我没有收 NVIDIA 的钱，所以我们可以黑酒。而且好像系统更新的东西也有关，你说跟 Windows 有关？对对对 ，Windows 的更新也有差。哦，我好晕哦！不用怪我，因为骷髅马的开法就是要用漂移的，不然弯根本弯不过去。哦，哎、欸，完了，我装甲掉一格，对不起。可以帮我配音吗 ？Every day, every night, crazy for love。有人生日啊！谁生日？快乐生日！谁生日 ？Jimmy， 蓝色 ID 的 Jimmy Chen 怎么跟那个 ？OK，Jimmy Chen 生日快乐！祝你蛋糕发霉，祝你洗澡没水，祝你出门看到鬼。就立刻起玫瑰。生日快乐！你看，订阅九面台，即使只有即使一个人生日，有三个实况组同声庆贺哦，还有一个晕车的。对啊，晕车的。车的。哎、欸，子龙又有开哦。对啊，我有开。子龙又有开，你们可以想看子龙视角，也可以去看。啊。阿辉，你帮忙听一下好了，反正你现在没事嘛。对。不要，我看到这荧幕头就晕。看副萤幕啊！你不看主萤幕啊！我今天状况怪怪的，头超晕的。你多久没吃东西？真的可能是血糖的关系。你是不是最近在减肥，然后不吃东西？我有吃东西啊，而且越来越肥了。有吗？不觉得啊？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现在去那个药局，然后买一罐鸦胚过来喝。我把哭一下，我把鸦胚。对，鸦胚，没错，就是那个。你不要。死三宝。小你个头！哎，我们刚不是你横切着路，然后还嫌人家三宝。好好好，刚是他先切我们的。哎，啊，躲这边是有用你的，躲这边不是被打，对不对？哎、欸，只有我蹲着，然后没拿枪，我到底想干嘛？哎、欸，直升机可以先那个弄一弄。好，你没有看到、啊。戴个安全帽。哎、欸，这样好像比较帅。来，看谁先狙到。我连出现都画面中都还没出现。然后狙击啊！哎、欸，子龙，你当初当是只有 GTA 会当，其他游戏会不会当？不会。就是 GTA 而已，但是我觉得是游戏的关系啊。如果你有出现那个什么驱动关闭，那 Power 的影响很大。嗯，因为我之前660 Ti 会那样，然后后来就爆了，让他去修。那 Power 爆很惨哎、欸。对啊，蛮惨。Power 爆会全部零件归周海料料哎。对啊，那种，哎、欸，真的没有看到哎、欸。那个生日快乐歌是 Think Twice 0218，是我们补习班的学生教我唱的。那那是哪里来的吗？哎、欸，准备了，准备要打了，哎、欸、哎、欸，快快快，来来来来，准备准备。我们那个声音现在故障，所以我们人工打飞机吗？噔噔噔噔，来来来，射了吗？打打打打打。哎呀，听到声音了，后边有打到货车啦。我一直修不好那个新的角色。看哥的枪法。我没有，你要冲都不揪一个的。我觉得我超准的哎、欸。干，我射不到。嗨嗨，按按按按。哇！干嘛？木木木木木木。啊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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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突然轮胎跑升起来，是哪招？哎、欸，还有一个哦。还有还有，来哎、欸，同样计划，同样计划，快快快快快！哎、啊、哎，九、啊、妹、啊欸欸、你干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有换掉。靠边，什么上不去？因为人卡在哦、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OK OK 啊，你先过，你先过。我打直升机，我打直升机哦。对。哦 ，A 等5566。回你的手会录到。谢谢订阅，谢谢订阅，噔噔噔噔噔噔。我在出车外。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认真打，认真打。往前开，然后注意一下、哦、那个副驾的要帮忙。哎、欸，怎么坐在后面、啊、？OK， 反正你要帮忙他，你要帮忙他掩护他。OK 哈。图案吗？图案应该玩一下，图案要玩。他在晕车，没关系。我打直升机，我打直升机，我会照顾好自己。先停下来打直升机。嘿嘿，撞到我了，撞到我了。OK OK， 好，继续。OK， 那台很远，因为那台太远。没关系，再继续骑他，他们等一下会靠过来。没关系，等一下抢银行就待在我们那边就好了，就我们来载他一个。OK。想一下，那边真的是应该会更会晕哦。直升机哦，直升机。我应该没办法打飞机了。你不要打，你不要打，我觉得你会晕。哦，我靠，被他撞过来啦！我操！我操！拿走！好可怕，我的妈呀！91耶！真的是91耶！左边有开台，有啊。哎，左边，左边。哦，优口，优口一二，来，感谢订阅灯。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哦。注意自己的血量哦，注意自己想，其实可以一直开。如果飞机直升机来的话，那就停下来，先把直升机坐掉，因为直升机会瞄着货车打。在跟我讲话吗？我，大家都是啊。对。这个直升机是怎样？停在这里是怎样？停在这里，我有点紧张哎，你知道吗？怎么停在这里？怎么会？知道让我们开是不是？对啊，感觉知道我们开那种感觉。是
隐藏，我上次没有，上次没有这个样子哎、欸。我上次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超夸张。怪，怎么会直接贴那里啊？是不是下来订阅我们频道会贴在这里？有证，哎、欸，直升机，直升机。后面，我在这里想打死他。好，到了。OK， 好，可以全力冲刺了，没有直升机了。先补个护甲。哇，越来越多人订阅 ，King 88抽到的几率越来越低啊，真是令人愉悦。糟了，我的980。嗯，我的980机会也越来越小了。想要跟九妹一起玩超高画质，玩到宕机吗？想要让九妹宕机的980。想要体验开 D X11宕机的感觉吗？为什么一直摆脱不了？好奇怪哦。后面还有。我到三十余点了。把它给解决了。我们好像开得有点前面，有吗？对，你好快哦。对啊。我加着续。等一下，我们两个先把那两个台干掉。好，然后我们再。哦呦。很好。连俊哥都说980是他的，可是我怎么记得这张980是他捐的啊？对，是他的没错啊。为什么会摆脱不了啊？而且路都没有出来，好奇怪哦。那俊哥，你用980没有宕机吗？俊哥是980呢？后面还有两个人，后面有两台，没关系，我们垫后。我们要不要回去打后面的？但后面有在追吗？好怪哦，他说摆脱梅利威瑟，可是这时候应该是要开车走才对啊。可是对啊，他没有打点给我们。对啊，他为什么没有打点给我们？要把他们打爆是不是？我回去把他打爆。我去把他打爆，把他打爆就应该。我们把苦回去把他打爆。Go！你们等我一下，我们回去把他干掉。打爆！点出来了、哎、有了、哦。有了，还好没有继续开，那就过头了。真的。那是路人，哎呦，九妹，看来我今天没办法撑太久，好残暴哦，有反社会人格哦。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它解完吧？拜托，还有两个哎、欸，哎、欸、是还有一个还是还有两个？我不清楚哎、欸，好像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哦，慧，你要不要先去买个东西吃啊？你的台我来撑啊。慧，你先吃个巧克力啊，让血糖先上来。我吃。干，在这个时候宕机有没有闹啊？真假的？等下，我赶快开上去，赶快开上去，快开上去，开上去就快了，开上去，赶快开上去，快，完了！哎呀，什么话都不说，今天这一桌要坐满。哦，我要过了，过了。我要哦，好不好？嗨。好，谢谢夸奖。其实我也觉得我蛮猛的。哦。好危险 哦！我的妈呀！为什么今天一直宕？没关系，我们过了。这算是一个另类的，就是我们有时间限制啦，就是在九妹宕之前，任务一定要过，这样不然任务会失败。还好我没有跑很远。放不下，今天宕频率比昨天还更夸张哎！天哪，还好我没换电脑。我不知道怎么救了，我在想要怎么选。哎，晚一点还有黑石比赛。对啊，对哦，几点啊？12点。等一下，12点，那可以，那不就是待会吗？一个小时后。对啊。最后一场了，对不对？最后一个。对啊，对啊。那等九妹。可是我觉得不太妙哎、欸。啊。要不要先接旧电脑啊？可是接旧电脑，我们可以先等。真的要花很久的时间呢、欸。嗯，我看一下下一关是什么，然后我来决定一下，你等我一下。好哦，九妹，你先登上来，然后我看一下大概下一关大概要做什么。哎，决定好其实蛮累。好了，叫我。好、哦。为什么会晕啊？好奇怪啊，之前都不会。人家都说、哦、女生屎尿多，但我发现今天都是男生屎尿多。哎，我没有。你不是男哦？不是。好吧，我先当一下女生好了。那你讲话要轻声细语哦。对啊，可是这个烧鸡不知道会是哪里有问题。你先把声音提高，我听听。不行啊，我现在喉咙干干的，提高不了。那为什么我声音就可以降低？不科学啊！你是男生啊，你才男的，所以大家的屎尿很多、哦。就剩下一个了啦，我们要偷4台机车而已。
那个四台机车的很快。你是为什么会到？进去打一打，一个人开一台车出来就走。OK。我已经躺在沙发上了。主机板显示的那个是温度吗？应该不是。主机板显示的是一个在搞血糖，一个在搞电脑，所以完全没有人在听我们讲话。真的、欸。所以我们两个人开了四个台，厉害吧？好棒哦！什么两个人开了四个台？啊，这时候怎么就听到了、啊？我刚听到了、啊。等一下，下一个的差事很快，我们只要开过去。然后偷了四台机车，然后就可以走了。我之前那天跟我们讲那个吗？对。哦，你说已经到最后一个了嘛？对，到没有没有，我们接下来要偷四台摩托车，放到安放地点之后、哦、就可以打最后一关了。所以还要再偷四台摩托车。江辉、嗯、一定要打、欸。可是江辉一定要打，他一定要上来骑啊。可以啊，可以打。他可以打。那关蛮难的、欸，我记得。那是因为猴子跟你那一天没有穿重装，那有穿重装就会比较好一点。我好像有穿，我也忘了。我还跑山路好了。哎呦哎呦！知道、欸、没有真的。我的头发怎么了？每一个都测我。我关机之后来测一下巫师三好了，看到底是 GTA 问题还是怎么样？而且很诡异的是，我自己开用分身开台，实况都没有 down， 然后就是用主台开就会 down。分身，那是小号。就是我用重载、欸。我第一次听到实况主连开实况都有分身的，有点屌。啊、不然你怎么测试分身？就是你有时候总是要用小号开、啊。我不知道、欸，我都是用 OBS。欸、你有腰吗？你还没腰是不是？还没啊，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到底要不要打。我好了，我好了。好。哎呦！我也觉得不是过热，如果过热，应该是整台电脑都当不了。没有，因为你只有游戏啊，你并不是全部、啊。对啊，所以不知道是游戏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所以一定是那个，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或者是显示卡的问题。驱动我已经换了三个版本。我记得 GTA， 你是用 NVIDIA 的吗？对啊，我已经换了三个版本。那 NVIDIA 不是有一个是针对 GTA 5更新的吗？我那一版也是 down， 然后我再换更前面一版。那你要换后面那个版，总会换前面那一版。因为新版的可能有问题啊！哎，为什么我每次买弹药都要10000多块啊？好奇怪啊！你是不是有用那个用榴弹炮？没有哎、欸，我都是用卡宾步枪啊！怎么会到10000？我怎么感觉我钱都花在买子弹？那也太奇怪了吧，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 power 的问题啊。你可能电源检查一下，搞不好没有插好。可是电源要怎么 debug？ 插好，我刚睡着。哦，真假的？这么厉害，这么早就睡了？晕了 ，bug。还是算了啊！你这样一开，我怕你待会吐出来。我说真的。穿重装、请穿重装，谢谢。这一个真的很大，这一场真的很硬，一定要。我开骷髅马啊。要开骷髅吗？哎，为什么我现在这边都不会有选车的选项？好奇怪。嗯，我有哎、欸。我都没办法选车哎、欸。都补掉了。哎，辉，你真的不行，我们今天就算了啦。我说真的，你不要勉强。没关系，我撑得下去。好。真的假的？不用这么拼吧？我们失败也是不没办法。我决定了。来，我先上车，我先上车。决定了。你们都上一台就可以了，都上一台。你把你的骷髅马改成黄色是不是？没有啦，这不是我的骷髅马。灰的，这海灰的、啊。哦，是灰的。我想说怎么整台都黄。哎、欸，那台白、啊、有病。哦，白色的九妹的。哎、欸，让我调一下我的视讯。不然就九妹如果再down，我们就不要打了。对啊，反正换多。那我们争取一次成功。
好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就大家各自飞、啊。不好意思啦，我也是很闷啊，当机一定是实况组最闷的、啊，没有人比我真的真的没有，而且我花那么重点是给我花那么多钱还当真的花那么多钱搞这个毛出来很可怕，超毒烂。哎、欸，这我找不出问题在哪里。对啊，那找不出问题是最毒烂的。而且因为整组都是新的，你也不知道是去哪里找问题。对、啊，真的。啊，自己交叉比就要交叉很久啊。对啊。我就当做磨练啊，人生就这样。你现在如果要已经比我有比我耐心多了，我真的没开玩笑。就是我就是各种。就是很不爽，但是人生就是遇到挫折，还是没办法。真的，哎、欸，你干嘛？要先继续杀，继续杀。还好，护甲不掉啊？没有没有没有掉，都死。然后从这边开始杀进去。等一下，你注意，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哦。打完了之后啊，他那个从门里面会一直无限重生人出来，所以等一下这边大部分打完之后就直接走了，不要再留下来打了，这样可以。然后摩托车可以加速哦。对，摩托车按一可以加速，你们可以体验一下。哦，它有氮气就对了。对，它有氮气。这人怎么长山赵子龙吗？他打了那么久还在上面，人家光头王哎、欸，开外挂吧，开挂了吧他，他也穿重型护甲、哦，他穿隐形护甲，我这有只，哦，躲很好嘛你，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后面这只杀完就可以走了。可以打那个，然后待会不要照着路线开啊，照着起会很多警察，你可以走捷径。哦，走吧。啊，各自牵一台，来这边一台，这边一台。那给灰吧。OK， 然后左边这边倒下来的一台。好，这台给我。我跟后面好不好？我在后面跟车。好。压车就对了。我跟子龙吗？啊，你跟子龙好，子龙如果路线熟，你跟他。啊，小心！哦，爸爸。还有我跟罗喵，都可以啊。这边有捷径，这边有捷径。吃果罐，吃果罐。OK。这边很容易，很容易被拦截哦。他那警察超多。哎，我不行，我不能死。加油，加油。嗯，我为了掩护你，我快死了。等等等等，过去过去。大家趁着点，我都往前开加速了。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我要快到了，我快到了。前面是谁快到？是罗密欧吗？啊！车祸！我看到了，啊！我被超车了。哎、欸，这三宝真的很多啦，一天到晚都要维护城市超。要从哪进去啊？这里对不对？哎呦，差一点。差一点点，来跟我来，跟我来。哇，一次成功哎！真的？哎、欸，死了哪里啊？对对对，这个我当初解超久呢。就你跟猴子，你绕那条，我们都不穿护甲，然后一直死掉，一直死掉。我穿啊，对你也没，但是你跟猴子没穿了，我想起来了，我有穿啊，你跟猴子没穿了。嗯，然后我去接灰。对对对，进来进来，来来往那边走。哎呦，我的妈呀！比的方向，对对对。好好好，还可以比方向，有点屌。吃过也太快了吧！我们当初大概卡这卡心酸了。就你跟猴子超雷啊？没有，我记得是猴子雷，我没有雷。单方向键比较方快，比较方便。我知道啊，我刚，哎呦，白金呢？应该是你刚刚杀比较多的。嗯。那时候不管怎么讲，你都一直坚持要把人杀完。可是我一直喊说人杀不完，人杀不完。是啊，说杀完不是我啊，冤枉啊，这个不是我、啊。忘记是谁了。我又升级了。各种不听队长指挥。大家都升级了。好，待会决定我把子弹吸掉，拆开来看是哪里到底有问题。我觉得你最快是
现在是最后一关了，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嗯，欸，我是还记得路线，最后一关我是还记得路线。我就跟着你们走。对啊，用滑鼠点不会，可是刚刚手速很快 ，OK 的。那我觉得到时候 ，OK，、哦，你跟着你跟着你们两个跟着我跟九妹走，然后灰我来载这样子，好不好 ？OK， 是 A 0975267020，不知道是你的电话号码，在我们今天当机还订阅，谢谢干爹。然后我们先试试看，如果说最后九妹还是当机的话，那不然我们就明天打。嗯。没有，我先说我不 care 钱的事情，我只是怕你一直当机会太闷，因为你当机又紧张我们，然后你就会很紧张这样。没关系，哥已经很闷了，我也再更闷了，好吗？很难再更闷了。OK， 我跟你讲，九妹你就把你脾气比我好，我老实说，我这种闷情况下我整个崩溃。九妹你就把980换到旧的，那如果都没问题，你就跑我推得动吗？对啊，你说。你找法跑过去就可以。我九八零，可是我旧的好像是550诶，推不推得动？应该推得动。550哇，应该推得动。你用旧的，然后跑跑看嘛。对，因为我觉得问题，你这样测试就直接测试显卡了。嗯，对啊，这应该是最快的测试啊，但是要跑而推得动。我先讲解一下哈。好，你讲解了。这个等一下你们都先 load 进来，然后我说明一下这个任务。这任务前面有一点复杂，你邀了吗？邀了，邀了，都先进来。欸，阿辉还听得下去吗？没看到哎，欸。啊，还听得动哦。OK，OK，OK。Okay. 房主开房要钱，所以失败的话，房主的钱会被吃掉。真的？就是断线的话，对。不过没差啦，有的是钱。哎，欸，为什么他说玩这个差事会重置我依序进行的挑战进度啊？欸，你加错了吧？我看一下啊，还好还好，我先退出。欸，Romy 可不可以再邀一次啊 ？OK， 有了吗？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他跳出来。噔，嗯，看到。哎，欸，我有一个观众说，你拿980跟他换680就不会当了。这个梗大概出现在我频道啊，3万多次了。对啊。而且我原本是770，我干嘛换680啊？770跟680差不多吧？差不多，但是680比较热。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而且770它毕竟新一代，它对什么4K 或是 D10的资源都还是会好一点点。只要是罗猫窝的观众受伤，都会去看。基本上，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受伤，啊，这样可以吗？讲这种话好可怕，啊。对啊，你们在想什么？会自残，为了你去看他，啊，哪天？对啊，有没有搞错？我希望我永远都不会看到这种东西，好吧 ？OK， 来，我介绍一下，喔，等一下在最后的这个任务呢，它会分成两个，好，两个就是负责群众控制。那因为灰跟那个灰，我想想看啊，喔。灰跟子龙，你们就负责群众控制好了。那九妹跟我去爆破兵，因为上次九妹是解群众控制。欸，我没有爆破过欸，那干嘛？没关系，你到时候就知道了。然后接下来那个群众控制的，你要注意一下，你要记得尽量开枪，因为他的人会非常的多。那因为那个灰在晕车嘛，所以子龙等一下呢，他第一个门打开之后，你要立刻去楼上那边，因为楼上那边会有警卫重生，你要负责固定在那边。警卫一出来，你就把警卫打死。那灰，你只要一直不停的开枪，嗯，威吓那个群众，让群众不会掉下来就可以。可以，对，所以射哪都可以吗？对，射哪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射观众。对，他会有一个控制，如果那条掉到零，应该就会不行。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记得。欸，罗密欧，那个有观众会说，我刚刚这样宕机，是不是我的部分没有过啊？真的吗？可是如果我的部分没有过，我现在没办法加你这个任务，对不对？应该有过吧？应该是有过啊。哎呦，如果没过，如果没过，我们连同花顺都没了。对，而且如果没过，你就不能解这个才对啊。对啊，到底如果沒過，那他刚刚有说你要刷新什么吗？我不知道哎，欸，没有，我后来第二次加是没有。那应该有吧？那应该有吧？但是我没有大崩溃哦，啊，没有就如果没有，我们再一起重玩一次就好啦。从零开始吗？
对啊，反正我们每天玩都很开心啊，我觉得还可以，啊、我可以接受。崩溃了，你要感觉会要崩溃了吗？反正我们可以换一个。OK， 好，那接下来请你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任务它有一点复杂，而且它很容易失败。那接下来那个等一下呢，子龙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去。那辉你可以固定的视角，反正你在晕车，你就忍耐一下，你先控制那个视角。然后子龙呢，你等到那个九 man 把门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上去了。好，上去二楼，我会告诉你二楼在哪里。然后等到都好了之后，我们会在门口集合。那请注意哦，在门口集合的时候，门只要一打开，至少警察车会有六台以上。包括左，包括左边的两台，所以请你们把那个榴弹炮拿出来，把警车都先给全部击毁。左边还，左边两边还会有两台，所以请注意。那子龙跟辉，因为子龙的等级比较高嘛，所以钱一定比较多，所以你拿榴弹炮。那辉呢，之后就直接切那个枪，所以子龙负责控制那个榴弹炮，就是有车辆就先击毁。那九 man， 你跟我们两个是走前面，你们两个就负责断后，一直尽量看后面，后面有警察就打后面，但是同时还要跟着我们一起前进。哎、欸，那个你说爆破兵，我就跟着你，然后我爆破兵要干嘛？他之后会显示，你不要怕。好，那 OK， 那开始吧。那个没有时间限制，所以不会怎么样的。哎呦、欸，如果这个真的没有进度到的话，那我们是要从第三章重解，还是要从零开始重解？应该是从零开始解。太扯了吧！因为他是因为这个是成就，所以他为什么会有100万，就是这个原因。但是队长那边应该会跳出来说这个没有解吧？怎么都没有跳，因为这是一个成就嘛，你没解到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哦，对，这样 OK 了吗？这样我很害怕哎、欸，不要怕，不要怕啊！没有就没有，又没关系，我们再一起打一次啊！反正我们最近这样开，观众也蛮爱看的。不信你问观众，大家喜不喜欢看我们四个玩？没有，是的话请打一。大家想不想在家工作，过得有闲有又有钱的生活？想要打一。啊，大家想不想要980？想要的打一。九妹没有穿重装哦，我有穿啊。哎，你没穿。靠呗，你等一下会很容易死的，没关系啦，搞不好。我看一下，我可以穿，有啦，我有啊，不是，我有木甲，但不是重装，靠呗。你就祈祷现在先宕机好了，宕机要10万块、欸。哎、欸，通常都是在激战到了一半才宕机，开始不会宕。那、你们是怎样啊？车子有这么难坐吗？快点，快点，快点！我上车了，我上车了，拖地上车。他晕车了。对吗？你看，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在那边玩，在那边嘴炮啊。走路也对 ，OK 的啦，不要担心。哦，谢谢 Attack 4628，在这个宕机重重的夜晚，还是订阅了。好，谢谢干爹。感谢 A0975267020，不要打哦。感谢你的订阅。谢谢干爹。他刚刚也有来订阅，他们两个都刚订阅。干爹为什么不订阅我的？哦，因为我没有。我没有。干好愁哦，我也要去 Twitch 开台。好愁。好愁。挺愁。漂亮。OK， 好 ，Let's go。哎，还推我 Cody， 你不晕车？Cody 车想要推人啊！好啦好啦，我知道 Cody 都没有吃饭。好，爆破兵要拿什么武器？还是不用拿武器？他拿什么武器？麦当劳。想到了，分麦当劳。嗯，噔噔。为什么我要拿两把枪啊？好，来来来，我分一点食物啊！你麦当劳。我的肯德基。你的麦香鸡。哦哦。猎肉霸本。麦香鱼。我的鱼翅。哈哈哈哈哈！什么？你是鱼翅？OK， 警卫先杀掉，警卫先杀掉。好。不要杀人哈，不要杀人，杀警察就好了。这哪都可以吗 ？OK， 九妹，快点过来这边。好，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来来这边。二龙。子龙，你有看到那边有个二龙啊、哦？你就待在那边的画廊旁边，不是有个植物吗 ？OK。蹲在那边看着那一道门。哎呦！哎、欸，不是说跟着你吗？你要开啊、哦！我要开啊！你要负责开、欸。你没跟我讲，放置哎、二楼炸弹哪了？我过不去耶。哦，你开门是不是？要等他开门。给你。只用会就是这样，有没有？开开枪，让他们很害怕。哇，好多烟哦！很害怕哎、欸。我这么靠近他会不会怎么样啊？不会啦，你安全得很。小宇宙，小宇宙。Go go go！
恐吓压力啊！我要看着哪里？哎，九妹，你要继续下来啊！啊好，我要下去啊！对啦，恐吓压力啊！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看着那个门吗？在我这里，快点，只有五分钟而已。啊！再来，再烧，再烧，再烧！燃烧！跟你的衣服同样的那个哎、欸，想象不到爱，真的哎、欸，都是橘色的。我也有看到右下角那个。好哎、欸，好开了开了，那我继续下去喽。好，继续。靠，谁打我？要我要为什么？你要一直开枪，你要一直开枪。真要一点，真要一点，我要射哪里啊？子弹够不够啊？射随便射空中，哪里都可以。欸、我怕他子弹不够哎。喂。哎、欸。那我这边等你哦、喔，老罗这边等你，对不对？哎、欸，对。等一下你也要一起拿钱。好。哦，警察来了耶。哎、欸，不行啊！开枪又低了。如果他我乱射，他还是一直低啊。你要一直射，一直射。射不停哎、欸！我们聊天室说你按 N 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会控制哎、欸，真的还假的？不知道哎、欸。不会，你要不要按着 N 对着 AI 讲话，他们可能被你吓到、喔。要不试试看？要不试试看？来，大概会来吓你，用脏话骂他们。我把你骂了。我已经进入一个，他会已经累了，你不要勉强他。真的，我也在射，开了，开了，开了。没有，那跟消音器无关，反正就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都不要停。射一个停了。再来，再来，反正就一直射，一直射，不要停啊！那个子弹很多，四千多发。没有。那个消音器，那个跟消音器无关，那个跟消音器无关，你就是一直用。四千多发是你啊，灰的等级跟我差不多，可能没有四千多发。感觉好像放烟火。对啊。好啦，一直射就好了。对啊，一直射就好，不要停。这边空位在弄，在弄。哎、欸欸，开了。啊，一人拿一边，一人拿一边。啊，去去去去。我摁他。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要全部拿完为止，对不对？当然啦，你为什么要剩下来？也是啊。能拿你还要剩。一直射，一直射。那个跟消音器无关啦，我也是都开着消音器控制，也没怎么。怎么又降低了？哎、欸，好可怕、啊！为什么？那个本来就会降低啊，我幫你所以你才要一直射，一直射啊。我帮你补。你要不要进来这边射啊？你感觉隔着墙射？没有，射不停。你要按在大厅，然后走来走去的射。好。啊，走出来。九妹，你要注意哦，我们两个只要被打就会掉钱。我知道，我知道。我刚才想说，哎、欸，大家到门口集合，可以到门口集合了。我刚才想说，我要自拍的而已。自拍那个会掉很多吧 ？Go go go！ Go go go！ 好，请你注意哦，准备好你的榴弹炮。哎呀 ，OK 好。OK 了哈。嗯。那我还没有，你都不等我啦。一定要等你啊，不然怎么开门？也是哈，等下出去以后直接抢车，对不对？没有，没有抢车。妹妹要用走的过去。我们要用走的，反正记得跟着我走。一两个往，我跟九妹往前看，你跟那个子龙跟灰向后看的，这样子跑，这样可以哈。边移动边看自己的方向。跟子龙跑，对不对？都跟着我走啊！我们记得两个往前看，两个往后看。榴弹枪呢？榴弹枪呢？拿了，我拿了。OK。榴弹枪，打开就射，打开就射。干！怎么弹出来了？好了吗？好了吗？右边还有两个。好，解决解决。OK， 来来，跟着我走，跟着我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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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让我烧火。不会啊，不会死。不行，我快没血嘞！我可不可以吃零食啊？可以啊，可以啊。等我一下，你们掩护我吃个零食哦。OK。哎、欸，一边移动，一边移动，一边掩护哦，不要停，不要停，一直移动。我要看后面吗？
对，你们你要看着后面移动。回你就跑就好了。那你看前面好了，你倒着走，搞不好会死。来，继续移动，继续移动。啊、靠边！啊，对不起，我死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没穿护甲啦，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在我现在可以穿吗？不行，不然就要重开。我只能穿那个胸部的护甲，对不对？对，你只能穿胸部的护甲，等于说，嗯，好，不然我重开好了，你觉得呢？我重开好了，再一次，搞不好会过，好不好？再一次，我觉得会过。还是你真的要重开？我重开啊，不然你会很难过，因为你不大会吃零食那一些的。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去补护甲。但是没中装，真的你会更难过。不如我就重新开。因为我很担心。反正我有的就是钱。我很担心你要重开，然后它断掉了。哦、oh, oh, oh, oh. 我很担心降落的那一瞬间它挡不掉。好了，叫我。好不？我觉得我穿这样超帅的、欸，超级帅哥。不是长得都一样吗？因为我们有拿钱哦，所以他会集中攻击我们两个有拿钱的，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啊！你自己也要找掩体，不要被打这样子。啊，嗯哼，啊，持续 loading 中。我们知道有 bug 可以过关、啊，不过我们想这么过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你说开骷髅马是不是？对啊，大家都希望我们用 bug 过关，可是那有骷髅马是怎么样？也是跟刚刚一样吗、就是？对啊，就是大家回去那个，回去开车而已啊。可是那有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哦，看到，好，这次一定要穿到重装啊！记得穿重装哦，各位。OK。哦，好。可是我们不想要开骷髅马，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用说。会加一下，会加一下。会，钱可以多一个人拿，就是在下面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拿就对了，另外一个人看着他拿，是吗？两个都要拿，不然你的背包为什么会有钱袋？但是我们观众说钱一个人拿比较好，不好意思，就是他只要不死不喷。好啊，那你要在前面挡哦。那就我拿。没有啦，没有，我。其实谁拿我是没意见的，我只怕宕机啊，其他我都 OK 的。你们要开骷髅马、开脚踏车，我都是 OK 的。开脚踏车能过，你也真神。真的、欸。他们，我们聊天，我们观众有说给你们开警车，其实也可以开车啦。如果你们要的话，不然我就改开车。Hey, okay. So...我们就抢了一台警车，然后开着就走，也是可以。然后一路开警车开到那个，对。可是我们还是要踩点，就是要去摩托车那边、嗯，然后出来才可以开警车。我用的视讯很烂，所以问我视讯不太准。视讯哦，大家都用 C920。你说 Microsoft 的？哎、欸啊，我们在这边有要那个吗？那个穿重装吗？等等。那個、待会才穿吧，就待会才穿哈、欸。这个设定完才有，设定完才有。Oh, OK OK， 好，我紧张了一下，我也紧张了一下。刚刚也紧张了一下。位置。大家都紧张了吧？还好。我没有哎、欸。哎、欸，我先准备就绪。等下那个子龙，你要按 A 哦。我跟子龙你要按准备。不是、啊、我跟九妹的位置反了，哎、欸，对，老罗，你要不要调一下位置反？虽然说我也是可以群众控制的、啊，OK， 好了 ，OK， go， 等一下、哦，好，重装任务好选到，在，有没有想要大便尿尿上厕所的？没有，好，没有，有人想要吃饭。真的饭还是要吃啦，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不吃饭。
我已经不讲话了。但是一个这么大的人了，你还要我们，还要我们盯着你吃饭？哎、欸，这台不是我的，没关系啊，管他的。去银行的途中保持低调，如果惊动警察，就会搞重来吧。对啊，所以要乖。哦呦，哦呦，他不倒方向，刚说了啥？别怕，别怕，只不过小车祸而已。小车祸。现在九妹的内心七上八下了。不会，通常不会在这里大。大概在任务快完成的时候，我才开始七上八下。真的耶，好像都这样，对不对？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骑摩托车的时候，请尽量开在草地上面，车子直接把鼓就好，不用下来。好，好，好，打我算了。那大家都下来了，其实车直接把鼓飞比较快。那待会我们出来不能开那台库罗马？不行。好，应该要放到机车那边吧。不能开着库罗马去踩点，对。可啊，那麦当劳。没相信。给爸爸。为什么我戴面具要这么丑呢？感觉鼻子都不得了了。我先去开门哦。好不。哎、欸，就这样啊，对对天这样子射啊，他都不要停啊，左手就压着就好啦。你可以把他灯打下来吗？可以啊，反正吃饱撑着，你可以做什么事，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哎，这台蛮好玩的。哎、欸，来哦，子龙上去。欸啊、那个减少，那个减少了。什么？我说控制减少。就开，你开枪的时候要注意啊，你会有那个范围有没有？所以走来走去可以顺便更改一下那个影响的范围。我玩 GTA 多久了？也没很久哎、欸，三年。对，没有那么久了。大概他上次，哎、欸，老罗下来了，老罗下来了。他上次好像四五天我才买。帮孔二，帮孔二，我也差不多快一个月没玩了吧。上，哦呦，他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快一个月没玩，那我们之前解这个是解。啊，就在这之前啊，就一个月没玩了。那你这样也没有到，所以是短时间练到六七十的。对啊，对啊。啊，你是不是没有玩单机啊？没有，没有玩单机，我直接就玩线上了。单机其实也蛮好玩的，因为我那时候想说不喜欢跑故事，我就没打。啊，就是陪谁陪你一起玩到六七十的？就脑膜啊，脑膜小白，还有 Ben。脑膜今天好像不在。好啦，不然钱都我拿好了啦。灰快挣。好，你。可是灰不吃麦当劳啊，不能叫麦当劳。为什么灰不吃麦当劳？嗯，不爱吧。我们已经戒了麦当劳了。对啊，麦当劳戒一下。你觉得太不健康，对不对？对啊，对啊，太不健康。你们是不是你们自己是不是都不煮饭，然后都吃外面的？我会自己煮，但是我都是煮面而已。好，我在那边 cover 你哈，我上去帮他们。OK， 你上去帮他们群众控制一个。啊，我的防守好硬哦，我喊那个大旗。肯德基现在没有外送。对，超过十二点没有啊。外送问我就对了，每一家的外送我都叫。真的。可是我这边看不到控制啊，所以我按 N 大叫没有用。而且我按 N 大叫会让，哎、欸，靠！怎么有人在打我们啊？我们扣血啊！你们控制是不是掉到一定程度啊？有人在打我们哎、欸。满的。我们护甲。你们那个开枪不要停啊！你们是不是开枪有停？哎、欸，我要看，我这边看不到控制。那个灰，你在开枪的时候有停吗？没停啊。你要走，稍微走动一下，因为你看你在开枪的时候，它是不是小地图会有那个红圈？有没有？那个就是你能够影响的范围。
网络好了吗？等一下。你要拿两个人份齁。对啊。好，看到125万。嗯。等你啦，我们去1号出口。Go go go！ 我先换好那一个。哦，拿超久。等一下换没有用。先换没有用。先回来，我刚刚就是这样。所以要等下他再换一次。好吧。我穿一下护甲。我剩半条，应该够吧？等下再换。你现在就可以换啦。现在换了，现在换。哇！来了来了来了，打打打打打！Oops！ 我刚刚有一个跑掉，不然会不会？你先换榴弹枪，谢谢。换了换了。右边右边。哦呦！哎，快哦，我一直被打哦。打完打，要打完了，走了吧。走啦走啦。小跑步小跑步。罗密欧，你电话？没有，我只是跑比较慢而已。他传送装都很慢。他带着钱吗？我带着钱。那你们真的，你走路好像很。你跟子龙，你跟子龙那个。哦，前面有个子龙。这边很容易被打，小心哦。OK OK。来，榴弹枪、榴弹炮拿出来。不对吧？不是打到了吗？不是打到了吗？当然没打到了。后面没打到，好烂、啊。好了，快快前进，前进，不要停了，不要停了。左边一个，左边巷子有一个。靠边，靠边，有被火烧啊！靠边。来，走这里，走这里。右边右边右边，大家往右走，大家往右走，走这里，然后下去，记得按空白键啊，翻滚，这里要踩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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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跟到，要踩到点哦，要踩到点哦，要踩到点哦。OK， 你有踩到就好了吧，我们不用踩吧？对对对，跟着走跟着走，只要老罗有踩到就好了嘛。OK， 榴弹炮拿出来，先干掉那台警车。在哪里？OK， 翻墙翻墙。好，等一下。靠，还没有到、啊。要到了，要到了，往前走，往前走。撑住，大家撑住。很紧张，很紧张。快过来，快过来。去啦！哇，看到钞票飞出来啊！对啊，那个都是钱啊，各位。后面，后面，后面，后面。钞票一直飞，好心疼哦。要到了，要到了，骑摩托车了。还好啦，只要100万都是很好的。哎呦，等我，等我。哎，后面还有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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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哇，直升机也飞太低了吧！我想揍他了。那我把直升机打下。如果没有护甲的哈，这边有护甲可以穿一下，穿一下再走。好，穿穿穿，我也没有，我也没有。一人一件，一人一件。等我，等我。等一下，我穿一下啊、哦。我也可以自己开哈。嗯。确定没问题。可以啊。不然你让我，我载你好了。走了，走了。那你就掩护我这样。好。OK， 好，走吧。都记得路哈，出去之后左转。哎、欸，他们有打点给我们呢、欸。这是、哦、有点来，是右边来了，点来了。要去火车那边等你，对不对？对，要在火车进了火车隧道之后等我。好好好，我记得，我记得。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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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干干干！妈的，警察当三宝哎！妈的，有个猛！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啊！哦呦，大家撑住哦！哥要加速跑了！啊！欸、记得开加速啊！有有有！不要这样，我车嘞！上车上车！哦，谢谢阿吉，阿吉订阅。阿吉，哦，靠边靠边。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每次枪战的时候才会订阅啊？
哎，我都没办法，我都没办法穿心。你看，是 FID 的。痛！看我的！记得上铁道啊，没问题。待会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我应该不会忘记啊！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厉害！到快九妹，你骑到？看到，看到，看到。按照路线就会骑到。还好我没有喷。很好。还有100万，很好。靠背，靠背。算算，我去前面，我去前面。子龙，你要载我了，我车子爆了。走。你在哪？你在哪？我在铁轨上面，里面，你继续往前骑。Okay. 我要往铁轨那边走，你大概会看到我。靠背靠背，我要怎么上去啊？靠背靠背，这边有啊，这边有警察，完蛋了！啊，我喷了！哎，我车呢？哦，车飞好高！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完蛋完蛋，我谁可以来接我？完蛋了！杀不完，警察杀不完啊！我在铁道旁边。你有看到我吗？你看到我吗？哎、欸，等等，哦，我看到我看到。跳跳跳跳跳！加油加油！你要不要先把直升机打？你看到我，你没看到我？好，我把直升机打下来。快到，快到！他逼我啊！哦，过头了！谁？别乱飘！干子龙，你也掉下去啊！老塞！完了完了，我又跑了进去，是不是？子龙，你车子还在吗？好啊，子龙，我在，真的，你，我掩护你， okay, okay, okay. 我掩护你。好好好，你来上来，我掩护你。好好好，上来了，上来了。我没有护甲，有点危险。哎、欸，我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来来来，好啊，上车上车，我上车。怎么样，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啊可以可以可以，走。不不，我帮你打，帮你打。载人会骑比较慢哦。对，载人会骑比较慢，不过没关系哈，能够到就好。反正我们是超进入中的进入，倒是不担心。就要等他们吗？要，在这边等。在隧道，在安全的地方等就好。我还有100万呢，你敢信？我们上次是60万还80万？因为我们一直死啊。好了吗？哎、欸，你两个快来，两个快来，来来来。我这里可没办法试贴啊，我先说哈。OK OK。贴着难度大、啊，不了用跑的吗？到了吗？到了吗？怕你们认错路啊！等一下，出隧道，隧道口最右边那边，知道哈？I know。知道。就是这里。好，下去，你下去。好，不要撞，不要撞。哦、oh, nice, oh, oh, 我知道，我上次已经有切身之痛了。不敢加我、啊。没关系，可以继续。可以，我们一路这样。太帅！妈的，我还不……啊，我死了！哇！我被警察撞下去耶！我的妈呀！太瞎了吧、！Sorry。那个警察三宝哎。我们观众说我们上次从哪里开始发问？从头。哦，我们上次好像是。应该是从骑机车开始吧。对，从骑机车开始。哦，不用走了，太奇妙了。开始。啊，剩七分钟。其实慧颖上车之后就可以出来走走了。我被警察撞了、欸，我的妈呀！对哦，我们要看，可是黑应该 delay， 通常第一场会 delay。还是我自己骑一台啊？就我们那个不是自己骑一台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我们都双，可是双载很危险。如果双载机车喷掉的话，我就骑三台比较安全、欸。好 ，OK 啊，好啊，不然我们看这开车也是可以啊。哦，不过开车真的很危险哦。对啊，开车翻车然后人喷掉。高额还有100万嗯、啊。吓死掉！那一枪就99万，你知道吗？在抢，你们先骑吧。好，来来来，认真骑车时间。好哦，骑车。我这个骑车技术不骑车太浪费了。哎、欸，晕车的没资格说这种话。不好意思，哇。
快！不然我们玩五分钟看到就美食就打完了。哎，画的意思就是，那美食就赢啦、啊。对，对手是谁啊？第一场对手是谁？是哪？是什么组？神组吗？没有啊！大家等观众跟我们讲。对啊，还要等观众。我在要很专心的骑车。啊，专心骑车，专心骑车。我都讲不出话来了，平常我这么嘴。嘿，假动作。Oh, 啊！啊，是99万。哎、欸，为什么我喷？我身上也有钱啊。应该是因为我们刚失败，然后他平均分配吧。哦哟，哦，你以为你撞到？罗密欧也喷了，是不是？对啊。哦、我们两个一起喷哦。跟在我后面是谁？超可怕的，这三宝不得了。哎呦，会跟着这么紧。我刚撞到警车啊。我这不好说啊，这群第一场 PVP 耶、欸，那黑石很有机会赢、欸。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了。我靠，前面塞满人是怎样？我身，哎，谁把我碾过？不是我，我刚刚差点撞到灰。哎，我快没有那个了。护甲了是不是？我没有护甲，但是我血还很厚。哎、欸，还好啦，还好，在、啊、在这一段不太需要洗。哎、欸，摩托车不见嘞、欸！真假的？要不要去？谁要靠近可以看看？我在他后面，可是我也倒了。而且我一边的，哦，我在前面等你，我在前面等你。来，快！哎、欸，我怎么摩托车就不见了？上车。哦，还可以搭便车，超爽。在我前面是誰？我想要帮你开氮气加速。我开过了。哎呦！啊，那个氮气加速哦，你不能够有飞跃的动作，你知道？只要轮胎离地就會结束了。就停了嘛。对对对对对。哎、欸，辉，那你待会会应该就不会转播黑石的比赛了吧？还是会？不能转啊，有版权不是？哦、我是走错路啊！我是走正常路线。但我走错路了呢。你要走正常路线对了吗？没有，你要上铁轨，你要上铁轨。那我是走过头了。你应该走过头回来，你没看到我的点，看到我的点。看来辉刚真的有在晕车。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兒、欸。哎，我们要到了。小地图，我看到我们要到，我们要到了。靠背。啊，要上了。哎、欸啊，上不去啊，靠背怎样？哦，在货柜车下面啊！啊，怎么我看不到啊？我想说我车不见了，我刚没看到。喂，你有找到吗？有啊，我们在啊，这警车，我靠，三宝啊娘！啊，在铁轨那边要减速。嗯。哎、欸，滑下来耶，这个。不给面子，大家撑住，我们要进轨，我们要进隧道了啊！你可以开那个氮气加速。好，那是不是有 TD 啊？啊 ？TD 时间？对啊，有冷却时间。先来穿个护甲。哎呀，没有护甲，完蛋了！哦，对哦，我要穿个护甲。等你们哦，等你们，我已经到了、欸。猛、欸！不要撞我了！我到了！我下去哦。好，下去的时候要轻轻来哦。哎、欸，好了，走。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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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轻轻的，不要撞我，不要撞我，拜托。这边绝对不能快哦，那个快就 say goodbye 了。好，各位，我们要冲哦！哇！哇！受不了哎、欸，你每次下坡都这样。哎、欸，我快死了，快死了！撑住，不要死！撑住，撑住！不行，撑住啊！撑！快点，快把车捡起来！可是我要捡，早讲！快！上！我剩一点点血，我先吃东西。好，你坐在后面先吃好了。哎、欸，我差点按到香烟哎，怎样？那会扣血啊？现在会扣血吗？还好，没有，还没有吃。我靠逼啊！我算宁可下去。我被撞飞，我死定了！我在哪里啊？我靠前。靠前在啊！啊死了！我被撞死了！我跟罗密欧一样死啊！好猛哦！只要有在，
我觉得我跟神一样。好哦。太智障。还好了。去吧，对不对？啊，这如果黑石开始打怪之后，你会跟我们讲。我发现那边的警察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干脆我们等他停下来再往前开好了。但是撞你就死了。就让他自己扑到河里面去吧。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少钱？真的。还好还好，我们上次68万，不会比上次更惨。现在有88万呢。完蛋了，88一次就掉10万了，所以我们只要再死两次，就差不多也是68万。没事啊，第一次嘛。好，走。哎呦，车牌都一样了。哦，没有不一样。哎呦，那个谁在抡枪？哇，罗密欧一马当先嘞哦。当然啦，不先抢快。喂。靠呗。尾随赛后是啊。啊！啊我觉得乱撞的，他们好晕。那叫不一样的队友。真的。来，一马当先的是子龙，在背后的是谁啊？我靠、欸！他还突然把苦哎、欸，他还有假动作、欸，应该是真的。你要假动作啊？有警车有假动作，超卑鄙的警车，你知道吗？他有假装把苦，结果他突然往前，然后你就被撞到了。警察。来，尾随在后是灰。我现在最后一个。没关系，不意外。剛剛不是啊。Go go go！你居然想遇到三宝，不是我愿意的。看来这次率先抵达就是我了。嘿、欸，哦，率先抵达没有加分啊。也是啊。前面那一个被警察追好几。一个漂亮的切入。这五星的警察真的不是盖的、欸，对、啊，这如不可置信的，月薪可能几百万吧。我刚刚差点挂到电线。喂，这个游戏的电线不影响那个的，会掉在上面。会耶，我之前竞速有一次，我看有人在电线上，就像那个《名侦探柯南》里面有一集，记不记得？开始。名侦探柯南有，哦，你说那个云霄飞车怎么珍珠线那个？对对对，嘎，云霄飞车那不是第一集吗？对啊，那第一集啊。看来大家都只记得第一集。喂，你话不能这样讲，它有好几百集耶，你知道吗？我们要摔，不要摔掉50,000美金了。真的，哎，我到了，我到了。摔五万不错了啦。哎，你们都留路障给我，超可怕。啊，出事了。越前面的越轻松，后面的都很容易撞。对啊，你们这几个没良心、没心、没肝、驴肝肺的。我是最后一个哦，最没良心的是我，你们吧？没关系。最后一个不是我吗？等一下。等我。你们两个都还蛮后面的。完了！警察已经来了，我先骑上去。啊！看这要加速度，还骑得上去啊？不用啊，你忘记我上次跟你说了，过头就从另外一边上去。是不是火车来了？我现在不能上去。是有火车在你们后面哦。那我骑旁边一点。真的假的？火车在后面，不过火车很慢，你们应该不会被撞到、欸。不对啊，火车会通过铁轨吧？火车会通过铁轨啊，不会啦，隧道里面有地方可以躲，站旁边点就好。哦。我现在卡在火车，我没办法很快前进。我可不可以超越火车？应该不行，对不对？很危险，有点危险。你们站在太门口，把警察都引来了。哎、欸，真的哎。对啊，以后记得不要站得太门口。哎、欸，我卡了一个火车，我要晚一下，晚一点才能到哦。好不？因为我没办法超火车的车。我们可以从这边下去吗？可以啊。这边也可以的。嗯。可是你们要是在站在太门口的地方，警察就会把这边两台直升机来打我，我又卡一台火车，到底是怎么办呢、啊？
靠边会死人、啊。哎、欸，我车来了。对，我车来了，因为我要到了。靠边。靠边边。赶快去睡觉。赶快把那个护甲什么都吃一吃哦，零食吃一吃。我们等一下下去了。哎、欸，我猫也走前面，因为我不知道路。我到了，要走了吗？好啊，等一下。大家都到了是不是？好。等一下下去就算了，就游泳好了啦。我如果说真的掉下去，游泳会死吧？好了哈，下去了。走了。哎、呦，我这次没有喷掉、哦。好，哥，小心不要被警车撞掉，好，被警车撞掉啊！哦，还好，没下去。哇、哦，我的视角好漂亮哦，看到四个人在飞。前面有警车哦，小心哦！前面有两台哦。看好，先打谁？不打谁，我把驾驶打死就好了。很好，还有两台，小心。那谁？我他妈被撞！可以吗？需要支援吗？我快死了！我剩一滴。你在后面吗？你是在后面？我觉得我死定了。吃东西！我要死了！我刚被撞啊！他撞了一次就死了。就是撞了以后会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被打到身边，他就把你打到死。真的。所以就要赶快吃，赶快穿衣服。没有护甲可以穿。我的观众还没有。不对，没了。说黑石要开始的迹象。有啊，我有看到啊。God， 很难过，大家都丑衣，现在只有谁没有被撞？子龙没有被撞。对啊。乱讲！你刚刚那个带着我一起滚下去的，我滚下去，但是没有死。那还不是一样。没有，我没有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完了，是不是剩七十几万了？好像是哦。看一下，完了是不是跟上次一样？还有75万的样子。哦，81万，不错。上一次果然给我保管是比较好的。好像是从上一次剩下来的继续。加油！来，全部人同时出发 ！Go！ 嗯，九妹很怕死，冲第一！必要的啊！第一个最安全，你知道吗？真的，我个马路三宝！操！第三、第四个超危险，撞墙！真的哎！你还敢讲？所以你让拿钱的走第三、第四，你知道有多可怕？我一直战战兢兢在维持我们的钱，因为他那个假动作真的超可怕。妈的，我应该要黑吃黑才对。生命要顾，钱也要顾，我们当然先顾生命哦。好像有点道理。这三宝一直在维护城市，好可怕。真的，差了一个三宝蓝图，你知道吗？嘿嘿，哦，以为，哎呦，哇，那个警车怎么回事啊？好可怕！我在后面看到，我都快吓死了。我干，好呗。刚刚九妹感觉就是一个警察移动他一样。我们两个都喷了，是不是？谁也喷了？对，我们两个喷了。走好慢啊！兄弟，上来！哎，是，原来是我这边有一台 AN7 比较保险，你明天走。OK。好了，结果现在最后是九妹。对，我是最后哎！我看到了。难怪我前面的风景好棒哦。扯啦！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关。这一组是全部抢前面最经典的。对啊，很多人都说你要用什么来抢，可是我觉得还是用机车抢最好玩。那下次骑脚踏车抢啊，敢不敢？敢是敢啊，怕时间不够。还好怎么样？还好我们跑的一定不够。我们身在台湾，三宝见多了。哦呦，这个。哎，你们两个追太紧，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出车祸呢。不会啊，那边我就把他碾过去而已。干，刚刚就被你妈的
哎，要到了哦，减速了哦，准备了哦！我靠，突然左转杀小，我看到，太好笑了！哎，对，要上，可以，我掉水里了，上了，一干挥一次就上了，好猛哎！这还用说吗？他已经会这样讲。靠中司！干为什么？为什么我是在撞我？靠没！什么宗师胡说八道？差点就被火车靠过去。我们不是说好了金银铜了吗？怎么回事？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比火车快。没有比你们又要跟我一样被火车卡在那边哦。不会不会，我已经比较快了。铜啊！隧道口等你们啊！说的好像你是一定第一个到的一样。我哎靠！你们到了、欸。是谁没到？我没到啦。好，我来了，效率，效率，效率，都到了哈，好走吧，走了，我们直接下去了。小心，大家小心哦，前面有车互相提醒哦，这边有一台，这边有一台，有布布，有布布，这不能骑太快，很容易就喷到水里面去。真的，喷到水里面就算了，人不要死，我觉得是最重要。宁愿被壁冻。Go go go！ 很好，我一样是最后一个。哦哦，前面有两台啊，两台啊，前面两台啊。两台哦。不到不到。哥，这个敏捷。哎、欸，我们刚才一路掉6000块，还蛮猛的、啊。谢谢你的夸奖。好，我干！那个谁冲到水里？我本来想冲。把杀，就把杀。杀人啊！我要上船、啊，上逃生艇，上逃生艇。会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快哦，快！大家上车，大家上车。就是把机车骑到水里。都上了吗？都上了吗？来来按歪哦，按 F 啊！快快快快快，被打会掉钱的。Okay. 啊，领钱了，领钱了，耶、yeah! ！哒哒哒哒哒哒，领钱钱！哎、欸，我又被打，我被打了，靠！要剩八十万，死掉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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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八十万！不会，撑住！不会死，不会死！吃零食，吃零食，气死棒了，气死棒了！电脑撑住，酒吧走了，走了，走了，八十万，耶、！哎，我们下次走跳伞那边要不要？我头突然好了、欸，头为什么突然好了？因为看到钱，看到钱哦，收钱了，收钱了。啊，到底有没有花顺啊、哦？太棒了，不晓得啊。啊但是我没有花顺，我一头血吐出来啊。没有童话顺，我们再解一次怎么样？好哦，我猜辉应该不愿意。真的吗？辉，你不愿意吗？我等他头痛好了。麻雀。如果没有童话顺，就要重打。这真的没有童话顺，我会哭出来哎、欸。谢谢大家陪伴我们到最后。好啦，谢谢阿吉啦。真的，耶、我发现走第一个不会被警察打，所以钱都保存得很好。我刚刚都走在最后面哦，哦，那个超累的。这可以跳过吗？啊，可以啊。对啊，因为我真的很怕我会宕机。好像不行哎、欸。真的，好吧。你撑着点哦。因为我跟辉还没结果。啊，对对对。啊、欸。可是这样我们下次就不用看剧情就可以。对啊，下次我们去跳。下次不用看剧情，我们可以狂跳过去。先不要想这么。哦，就搞围呢，八十万呢。我开台收视最高多少？30几啊，好可怜啊。会啦，会啦，大家都差不多啦。对啊。哎呦，哎呦，我们都是搓搓上来的。真的哎、欸，那我要。现在看 WCS 啊，但是我们不会转播，有版权。对。哦。不要这样讲啦，一定有。对啊，看到钱灰的头痛都好了。可能是刚刚开摩骑摩托车吧，太紧张是不是？肾上腺素激发，专心就好了。可是肾上腺素退了，头会更痛哦。
here. Okay, you better take off. 哇，他的账户名就没有登录。不要看那么仔细，好不好？真是的，骗子！你还立马把电脑搬走。哦，终于完成。啊，同花顺是什么时候跳出来？等一下，你拿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我只有富甲天下，难道？是这个时候会跳出来吗？大贤这时候应该会跳出来啊。哇，这没有吗？哇！必啊！有啊，依序进行挑战奖励啊。我没有啊、欸，你们有吗、欸？中心不二，有哎、欸。我有没有？你看我没有哎、欸。哇！哎、欸，不对啊，我一定要有的、啊，不然怎么可能你们会有？这不是一起的吗？我觉得你搞不好是因为你没有过那一个。可是，那为什么你们会有？没关系啊，九妹虽然没拿到钱，但是我们还是一起完成任务。对啊，好了，算了，反正我宕机了。好了，我的问题。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是还要再解一次吗？九妹可以再找三个人。好了，算了，过一阵子我们再来一次。不然一直明日边界观众不要被两公。不会啦，我觉得我们解算快了吧？对啊，我们解其实我们第二次已经解超快的、啊。对啊。哎、欸，干！谁、欸、打我？不爽啊！没有，不要闹！没有一百万不爽！不要让我拿枪哦！我先讲。你不看看你的网路吗？搞不好有，你没发现？哎呦！看一下有没有？应该没有。哦，超爽，有一百万。没有啊，我身上现金才28万啊。那你的银行现金呢？你的银行多少钱？没有加啊，168万没有加。算了，哥就是只拿枪，重来。我们可以再解一次啊，不然我们再一起解一次嘛。好了，有空再来约，有空再来约啊。哇，大家晚安，我要来修电脑了。身上这么多钱，不要来修电脑。哎、欸，等一下，为什么之后是几万啊？哦，他是直接加到你的，对他直接加到你的银行里面。哦，多少钱啊？直接爆了！哇，现在有440万哎、欸，我要买什么？400、1000万，我有200。210万哎、欸，我要买什么？又爆了！那我想想看。好了，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关台了，关台了，拜拜。好不？拜拜。拜拜。晚安。好啦，我也要休息了，大家早点休息。好，那我们继续打炉石啊！拜拜。好，拜拜。我要去生命砍树了。拜拜，各位，拜拜。那生命砍树好不好玩？还不错。欸、我挂 Skype 就跟那个 OK 好，麦块和 H1D1 很像，一起玩啊，好啊，拜拜。Let's go.